盛装对话码的第二部来了，上一部视频是这一部视频，可是啊，大家呢虽然看了这一部，必须要把上一部视频给看了，要不然有尾无头。因为啊，在上一部的评论区呢，发现好多人都在游戏里出现不到兑换中心，我上了游戏看一下，确实活动中心不见了。不过啊，我个人觉得下架是好事，有可能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全新还有更多的东西，所以下架了之后有可能相信之后还会再上回来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点赞关注一波，如果有更新的兑换码我会发给大家。不过呀，刚才优姐提供的五个兑换码呢，大家可以去到 PUBG Mobile Redeem 去问 G 大哥，然后呢直接我们在这里呢输入同样的东西也一样可以领取哦。Nice。 同时上一部视频已经说了，球姐准备送出盛装，不知道什么规则了，可以去看上一部视频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个盛装是真的好看，尤其是升到三级以后的更好看。升到三级之后呀，四级的话就是淘汰播放，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衣服直接拿下所有枪皮的特效枪，除了那些啊什么入场特效专属动作啊，真的是绝了，就连跳伞呀，那个衣服那个裙摆都能再动，爱了爱了，太生动了。所以啊，今天这两部视频呢都是关于盛装，大家有兴趣的赶紧去看一看。最后问一下你们，有多少人是喜欢这个盛装的，点赞关注，我们看一下一共有多少人。